的。哦，好大只。This tool is Fly elephant. Mắt phong giác cơ. Akira 8778感觉。去哪里？到底要去哪里？
信36594，谢谢。有躁郁症的猎人，这是 Zoro 214。哇，2000。我会把这个刷完再说。这一半是不是有畏惧强光的人们？那个好像还蛮好玩的，想要打一打。先打三场试炼，然后打两场 R6，打四只四套龙。
啊！啊！撞爽没？撞爽没？特色就是要消除啊！我睡着。撞爽没？撞爽没？干！难怪我突然觉得他好像血突然变多了，原来就是有人又跑进来了，这群吃里扒外的家伙。跑好好远，好快，好久，烦死了！你看，吃里扒外的，跑过来挖。
B-Boy 03721，感谢。我现在会一直按叉，想要跑步哎、欸，完蛋了。出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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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 timing 啊！你现在除了按三角形以外，没有东西可以按的啦。再摸嘛，让大家看看我的场景大建装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换装备了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。再一个0409，感谢。谁把达人烟筒设置上去了？太屌了吧！见面三秒级达人烟筒，而且我还带到隐身衣装，哎，太诡异了！为什么我会配隐身衣装？哎，睡着嘞！哦，原来你在。
掉下来。加喽！哎，又露出我的大头。挖到一颗宝玉。让我头 say hi。嗨，还面对观众呢。哦，看来是嘟到屁眼了哦！看看这一根，哇！嘟嘟嘟嘟，啊！去打斗鸡场好了，去打古龙众神腿。妈，我一直按叉，以为他会跑步。变形蛇，哎，原来我有这种变形蛇王装。继续玩这个。先解他的最爱，不是啦，你的恐惧，他的最爱。恐惧他在，不是啊，你的血是他的菜。哦，你们广告都没有看清楚呢。他不用配。What's up？
没有冲撞到。啊！好莱坞电影台恐惧蛇王，变形蛇王啦！我恁这拢无看电视呢。哈哈童年够可怜。对古龙种神腿，Copico 0313了，这。哈！北斗神拳我没听到。阿麦娜口罩778896，感谢 Hank 阿麦娜阿麦娜哇黑水晶票，
超级大哈欠。还要再打一场。没有按到票，我开错了。もう一度。吞绝抗性一三个单动，好废。再斩你麻痹好了。我斩你麻痹怎么不见？诶、欸、斩你麻痹不见了，带别的好了。哎，这也不能吃饭了，好小气的地方。直接拍死！
哦。挖到鸟笼蛋，好了，只剩四只四套龙要打了，打一下四只四套龙吧。打完四只四套龙就可以做点别的事情，要看要去世纪末还是中世纪，选一个吧。我还把头饰换掉，快受不了了。我看三个黑水晶票就可以做出来，一呢。耶！哎！阿洛伊，好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技能是什么？他竟然是蛮恶龙之斗志一套。技能应该就是这些吧，还有蛮恶龙之斗志。耐力突破上限是什么？增加耐力的上限值。体力降低40%以下的人，好好没用。潜伏投射器跑者炮术可以干嘛？还有弱点特效一。我会干嘛？亚罗伊的弓，亚罗伊的战弓 R6 192 30% 暴击山洞不能打强击山洞打强击可能可以啦，可以打马打毒，有点尴尬。 Riti 28966740普通，没有很爱，配套装去打四套龙好了。
黑衣桃装巨大似桃龙，大你老母，大似桃龙。这是跳龙嘛？是跳龙。要怎么打是跳龙？这一套。瞎鸡巴乱砍，完成了，瞎鸡巴乱塞，耶！出发！有没有那个阿巴斯套？其实没差，打那个好了，打力战的也可以。刚好也吃到报仇金保险 ，OK OK。海王，我有三子的，二子的也太烂，还有三子来打好。因为这个我没强化，Mr. Garito， 哎，你怎么装上去了，大哥啊？
哇，没中欸。智障三连冲！啊！你到底要不要给我打，大哥？我按错了，想要用回避斩的时候。啊！死人了！
干！我手上怎么不见了？なんで？啊，都忘记用那个了，用牙齿了。太久没打。我爱鲁鲁，每日一斗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每月一斗够了。啊！伤气108，感谢。想要做一把青弩来玩呢，可是我看了半天没有好用的青弩，可怜。啊，我忘记回家了。原来大家都在啊，那就直接打好了，下一场再回家。真的，我看老半天就巨型十字弓比较好用，巨型十字通，嚯，这么通哦！巨型十字通，出发啦，再混嘛，泰米，每次都是你。哇，拿东西。这样出去做一把青弩来玩好了，我看一下巨型十字弩到底是缺什么素材，应该也是缺斗技吧。Power 9，感谢。
中了，靠边、啊。三下，着虫攻击，精湛的对空，按错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敲下来了。干，这样不算了，好小气。为什么我听到有人？嘿嘿嘿嘿，嫩。哇 ，Circle 0107，感谢。真的，最近大家都可以连续分享。灯笼剑。
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奇怪的 NPC 啊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世纪末苹果 NPC， 把左拿一颗，右拿一颗，然后偷咬一口，再放回去。无法者，哇！插火龙硬币三颗，把它升上去了。棘龙王硬币两个，飞龙硬币三个，好麻烦哦！我觉得这一把很强耶。是吧？状态弹可以打，然后可以打很多通常弹，通弹专用枪。火龙、飞龙、棘龙王，看一下。我去看一下斗技场有没有新任务可以玩。我之前闲着没事在看青弩，好像也是想要做那个巨型十字弩，可是要打斗技太麻烦。等我们。对对对对，上级跳打力战种这么屌，世界排名 ，Kira。1分56秒就出来了，太神了！这不是飞龙种，棘龙王好像一定要打这个，一定要打苍火龙连打才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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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我也没有打，我放弃，继续把四套龙打完就好了。做点别的青弩啊！不是啊，打那个就很麻烦啊！我已经不是很想要打斗技，那时候打50场就已经消耗掉我耐心。大不了不做了，因为我想要我理想的青弩是可以打好的通场跟好的那个麻痹。打通常干嘛？我记得那时候看半天，也就只有那个巨型十字弩能用，其他的都普通。只要不是反动大，就是通常打不好。哎，雷属性，雷光迅疾弩，要打雷属的。
会动中反动大，这把还不错的其实，只是他只能打到通二，而且通二反动大，双铁又稍微慢，不过他打麻痹还蛮强。以前有太多鬼神侵弩了，虽然以前侵弩不叫不好用，可是那个时候的侵弩强了鬼。宿舍反动中，装填三发可以打麻一二，反动大特大，稍微慢。土沙龙的好像也不错。残爪，那残爪龙的弩好帅、啊。宿命之火，打麻一，还有通二宿舍。反动中，把麻一二幻兽，麒麟捅三角，捅死你！哇，通三整打一发到底是三小，反动还特大。所以你这样看来看去，其实真的就是这一把最强，对我来讲，反动二三可以打。啊、通常二三可以打，还可以打冠一二，很方便这一把。超难选。而且我到现在没有拿到那个贯通珠，如果有贯通珠的话，我就可以做贯通去瞎鸡巴乱吃。看一下土沙跟那个好了，土沙跟残爪选一把来做。啊，土沙龙长好丑。哎、欸，我拿 R 六。五位无偏移好像也蛮方便。哇，他 R 六这一点倒是蛮得我心。残爪是 R 八比较麻烦。看一下可以打什么。斩裂反动，斩裂狗人应该不会打电击，减气棉麻痹，闪一宿舍，通二宿舍，动中。这也要闪一宿舍跟闪二宿舍啊，啊，闪一宿舍跟通二宿舍、啊、还可以打麻一二。我比较需要可以打麻，对我来讲，果然斩裂没差，灭龙硬化打爽。其实我不会带那些东西来打。那我做土沙龙好了。天生反骨。那先看一下我素材够不够，不够我就不做了。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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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打两只，两只四大王打完，我就换游戏了，就要选一个时代了。
我觉得要先去看一下剩下的支线到底要怎么解。如果可以不用赛车，我就不去赛车了。赛车真的太鸡巴了。我觉得改东西要消耗一大堆狗屁零件是一个很智障的设定。扣分。心如想说可以打通一二三贯通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散弹倒是其次，然后可以打麻一二，所以反动不能太大。所以刚看下来，其实残爪龙比较适合我，哦，不是残爪龙，那个土沙龙比较适合我。虽然他复会心复二十了，不过。而且他 R8， 不是 R8， 他 R6， R6 可以测试强化表，我可以做比较多。去哪里？哇，他飞这边可以直接再接牙齿，如果有人要帮忙打牙齿。哎呀，太神了！再来一颗，呜！直接 peace。
Hadouken！Hadouken！认两个超新珠，哼哼，两颗超新珠珠，超新珠，啊，超新珠。最后一场啦。再打一只四套就跳，有人要开吗？看他开力战还是一般都可以四人的话，因为我手上的力战没了。喂，可以当给你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全部都给你。我已经有七颗啦，北斗七超新珠。哇！带火龙破坏炮去玩好了，好险啊！火龙破坏炮，火龙破坏炮。我今天打两颗贯通，干！可是我没有贯通，我一颗都没有，跟你换。我用四颗超新珠跟你换两颗，可以换一颗贯通珠。一者集会所，二交易，误骗。游手好闲肥宅四，心很累，所以就跟你讲啊，想要跟我玩不应该买游戏，因为你不一定玩得到啊。中田辅助，很亏啵。中大大中大中中大中大大大中，快快普通普通快，稍微慢，快反动好了，普通普通快，普通普通快。这样够了。
你想要跟我一起玩游戏，最大可能性就是这个游戏本身资源超过同时在场1000人，那你跟我一起玩到的可能性就会很高啊。可是这个最多一场就16人可以进场，而且16人里面只能再找3个跟我一起打。如果目标放在跟我一起玩的话，不太可能。那种大型线上多人吧，你看，就算是现在大家很夯可以一起玩的那个中世纪老鼠，也是最多4个人啊，那你最多3个人一起玩而已啊。我还要陪朋友打，然后还有一些肥宅闲着没事就跑进来挤。不太可能说要一起玩就能够一起玩。像之前那个啊，之前打新大陆的白痴的时候，就是有在，我为什么带了斩裂弹？哦，对，这一套还是有斩裂弹。打那个时候，我就说你打一场就要走了，就98%的人呢都很有友善，就打完就走了，而且还是有一个人在里面撸了2场，没办法，但我后来把他踢掉了。可是要像这种状况，就是先讲说你打完就要退了，才有办法一起玩。你怎么不去死？跟他跳同一个方向。请林兵以火力掩护我。以火力掩护我。
猎户零零零，感谢。掉了，以火力掩护我。一口咬下去，太好笑了吧！我有看到，哇，那个超白目了，nice！ 回家喽，换世界喽！要从侏罗纪时代换到白垩纪时期，再跑到中世纪或世纪末了。啊！Ice Yogurt， 感谢。这装备好丑，你长得好丑。KO 猪炎魔逆境类普通，长得丑丑，你好丑，我也好丑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侏罗纪时代的任务都完成了。现在整等恐暴龙了。派手に行こうか。买个金票。八八八八八，人也是就那几个啊，对，没工作这样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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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总之要还是要先重开实况了，实况重开之后再看要干嘛吧。先关啵啵。